我们一贯主张，国家间的防务合作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，不得破坏地区和平安全。非方拉拢个别域外国家，在南海搞所谓的联合巡航，不过是想借助外部势力在南海滋事搅局，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。我们敦促非方打消投机冒险心理，停止不负责任的渲染炒作。中国军队将保持高度警戒，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。